今天是2016年2月16号，我今天非常紧张，超紧张的，紧张到睡不着，终于睡着了，睡了2个小时又醒过来，醒过来大概5点出头，我就决定出来跑一跑吧。早上5点半跑步，在冬天真的很黑，真的很黑。9公里都没有痛 ，It's going to be a good day。但是我还是好紧张。啊，松了一口气，原本紧张的要死。我今天去提离职，想说长官可能会把我的眼睛挖出来当爆米花吃下去，然后拿一把火把我的尸体也烧了，或至少要冒臭头吧。哎，结果都没有哎，非常的和平。啊，谢天谢地，谢谢长官。现在呢，马不停蹄继续来开会，有开会有机会。今天是受到杨妈妈的邀请来琉璃工坊的参叙，杨妈妈说要介绍杨慧山老师还有张毅老师给我认识，谢谢杨妈妈。文创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，还有待所有台湾的文创和所有的艺术家的努力。松烟之后呢，来内湖开会。来这边一个好处是，有时候有面包可以吃。给我面包的人。哦，这是录音。这是录音。今天我把我最害怕的事情解决掉了，而且结果还算不错，很顺利。我还去开了好几个会，也很有收获，还得到面包。So, I think it was a good day. 我觉得我们的未来是美好。